咣的一声，赶紧过去看看人有没事。兄弟们，出车祸了，完了完了，弯机指甲盖儿掀掉了，得了灰指甲了嘛。注意看，兄弟们，成这个样子了，啥也不说了，都赖我呀。上次弄那个树销子埋的副厂的强度不够，太软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还挖着沟呢，再找锤子给它砸下来，想办法临时处理一下。哎呀，这破玩意儿，人越着急他越来事儿，还着急挖沟呢，工人都等着呢。钢筋棍呢，来拿这玩意儿给他把销子处下来。我发现这个树销子就没有那横销子结实。哇，哎，完蛋了，这个橡胶块也掉了，这玩意儿一掉就削不住了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干不完，我中午都别想吃饭，我跟你说。哎，领导发火了，找了一个钢筋棍先给他削上，先凑合先干着，上午挖不完，中午不让吃饭。先凑合弄是完了，得换销子呢。先凑合用着，这今天能搞过去，我晚上去买个销子，我还去买个销子，明天还干。弄完了，行，虽然这一会儿土就给它胀住了，一胀住就好了。里面的灰，里面的不用砸了，别下来了，把它砸掉。没法说呀，兄弟们，关键时候掉链子，终于收拾好了，开干，该骂你就让人家骂，没办法，你得理解工头的心情，是吧？都着急这活儿，在这个工地嘛，一切以这个施工要求为重。这12:30了，还不让吃饭，给我饿的是前胸贴后背呀。哎呀，赶紧吃饭去，一个都吃，耽误多大事儿？你说这，走吧，兄弟们，大家伙跟随我的视角，看看今天吃个啥。想来一碗炒揪面，吃的舒服一点。好长时间没有吃炒揪面了，一个炒揪面，拿一双一次性的筷子。哟呵，这边还有这个鸡蛋汤啊，吃炒面再喝点鸡蛋汤不是挺好吗？这汤还弄得挺实在，西红柿、紫菜、鸡蛋。坐门口，门口凉快的很。早知道有酸梅汤，我不喝鸡蛋汤。这玩意儿多凉快，喝的酸酸爽爽。天气太热，坐门口，门口凉快，里边人太多，太闷了。哎呦！咣的一声，赶紧过去，看看人有没事。兄弟们，出车祸了。看起来问题不大，我真端完饭，咔一声，给我吓坏了。外卖小哥跟那个汽车撞了，这赖谁？这速度就是不快。我是慢慢的往过拐的，我觉得你的车速很快。不是，你听我一下，你得让我先过去一点。我知道，你看，你知道，但是你车速太快了，你要我慢慢，你要从那过来，我肯定会让你的。你是从那过来的，你知道吧？你速度太快了，快决心啊！人车都停止了，小伙子，哎呀，你这个送外卖算不算赶飞机？我没看准，主要很多人报都没看。你速度太快了，知道吧，哥们儿？我知道你敢速慢慢，我速度很慢的。我不是说是，是他给人告诉的。你受伤咋样？腿没事吧？腿没事吧？这花可能是。花是报废了，我去给人家重新，这得给人家重新买了嘛。花好像没报废啊，没事，你就把这个，这不是下面这是没报废，下面就是一个座儿，它就是底下一个座，花好着呢。它就是底下那个水出来了，你看，水出来了，没事，没事，你把那根这个塞进就行了。是不是？哎，我是过来进来是过来修车来的，你看，这个螺丝这。人没事，你车也没事。我知道，那没事，你人没事就行，你看。哎呦，我这蹭。硬兄弟，你是确实车速有点快，这咱们不说呢。送妹妹的没有不快的，跟你说实话。是。你先把你先把你电动车推到边上了。安全第一。要不去哪里？没事，你放着我，这个饭我就走了。你看你胳膊没事吧？还好人都没事。哎呀，不管怎么都开慢点。好家伙，外卖这个行业啊，怎么说呢？快了容易出事儿，慢了人家投诉，我都不容易。这个，哎呀，走吧，兄弟们，吃饭去。给我吓得一激灵，哎呀！人好着呗，人好着，这膝盖这肘子这儿擦了一家伙。哎呀，哎呦，你这加多少钱牛肉？好家伙，哎，加了多少钱牛肉？你这饲料，饲料多少钱？36。哎呦，我天天烦这事，管吃喝挣钱不挣钱，肚子解不？炒揪面呀、啊。到10号了，我这7号了。
这过号了，过号不给吃了哈。吃饭了。不就是我的哈？啊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？看看这个炒牛面还有没有食欲？小面片儿，我的个光三，这哥俩都吃完了都。对，都是。你又断了。哎。哦呦。哎呀，喝吧。鸡蛋往往外吃，再拿那个酒就吃，拿那个再一灌粪儿，你知道吧？先填充后灌粪儿。我灌不下去了，我。该看端的菜没地儿做哈。啊。里面满满当当。觉得这生意好嘛？天天中午就这个。又是一对儿啊！吃饱了喝足了，兄弟们，找地儿休息去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观看我的挖掘日常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